Let me go! What happened? What the hell? Ah! 凌霄将军转送凌霄，凌霄将军杀死姚光，快进四川。 罪恶之渊已王权扫平，狼将三十六国俯首称臣，战俘如何处置，请至尊定夺。祸乱南疆，杀！这，按照规矩，对他杖。天之下四方蛮夷，敢欺我龙国子民者，必亡羡；敢辱我龙国天威者，必灭其种；敢欺我同胞异人者，必绝其苗裔。这。 就是本尊的规矩！杀！六年了，这六年来，为了防止敌人残害我的家人，我甚至切断了与他们所有联系。现在，终于可以回家了。为师尊重，为师尊重。 小野种，没想到你竟然是这万中无一的熊猫体质。啊！这不是野种，妈妈，今天好痛！我求求你，凭什么冲我来？他是个孩子，你要杀就杀我！我求你了，快！让我饶了小野种。行啊，这次饶我一波吧。啊！ 本尊浴血边境，枭雄狗贼境的害我家人，那样，司令，凡我至尊神殿所属，集结龙国，此次横扫东周，踏碎京城。你小野种，敢咬老子，我抽死你！他才六岁，你这样打他，他会死的。是死？ 楚家就可是国主亲王的下人王，当年你为了叶家那个废物，连楚少都敢拒绝，谁在乎这小野种死不死？老婆，我可是自己的亲妹妹，你放开我！妹妹，啊，你知道吗？你每天在家里我忍了有多辛苦啊！今天总算便宜老子了。老婆，你个畜生，你不能饶死！你个贱人！ 未婚仙君给了那样的人渣，全家人跟着你丢了多少脸啊！老子玩够了，不把你送到楚少府上赔罪，也算是你为全家做出点贡献了。哥，密报。好啊，至尊神殿横扫南疆。 这次不惜任何代价，也要求至尊接受我龙国封号。这至尊神殿号令天下，恐怕不会愿意被我们约束啊！哈哈，约束自然不指望，只要至尊愿意接受我龙国封号，那就没人敢犯我龙国天威。至尊神殿麾下四方龙帅。 九大天王入境龙国，目的不明。这怎么回事？我现在下令去查。这么大的事，你跟我说现在去查？你镇抚司是干什么吃的？立刻让人拨，你亲自去东周，不惜一切代价安抚至尊。是。我要以最快的时间到达东周。 快点，快点！
来人！把这小野种给我送到江家黑市！熊猫体质啊！多少大人我等着你的器官呢！叶天明，叶天明，要是还活着的话，就来救救你！叶天明，之前不是不搭理老子吗？啊！叶天明的肺有消失这么久，你一定忍得很辛苦吧？ 今天就好好喂饱你！救我！ 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叶，救我！救我！你不能救我！<笑>我当是谁呢？啊！叶家废物，竟敢自己找上门来！我劝你最好祈祷庆功，要灭你满门！什么？你要灭我满门？ 你个废物，还想灭我韩家啊！妖姑，传令洛金哥，立刻前往京城。是。再废话一句，滚！混蛋！废物！老子一定要让你们入得好死！ 你是什么人？放开青武！我是他老公，让开！放屁！青武哪有什么老公？你是一体楚啸天办事的吧？开个价！只要你放了青武，我苏小冉给你双倍！我输了，我是他老公，我让开，我没时间跟他。谁给你？等等，你说你是？你是不是有病啊？这一巴掌，是踢青武不值，姑奶奶最看不清这种人渣。 害了青武，竟然还有脸回来！这6年来，你知道青武是怎么过来的吗？我无故白的生下一个孩子，却为你被整个京城视为荡妇。我知道是我对不起小五，我对不起他。我这次回来就要查清到你的真相。我以后再也不让青武受到一点伤害。你只要别再伤害他，就是对他最大的恩赐了。凌霄传来消息，小主找到了，在哪儿？ 江家黑市，江家今晚被当成货物拍卖。江家黑市，那你都是变态！你妈的，我的身份暂时保密，我怕青武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，你们就先叫叶小姐。是。你说念念在江家黑市，还没确定。那林少军人查到，今晚这里会拍卖，我拍卖小主的身体。你跟我说好出入口，江家人一个不许放过。是。 镇抚司通令肖战，见过至尊，这里没有至尊，只有一个不称职的招抚父亲。啊，是叶先生，您家人的事我们也是刚刚知道。不过您放心，龙国一定给您一个满意的交代。交代？如果他们只是一个寻常的百姓，我耳朵里还能听到你萧统领这句话吗？是属下是什么？失察？到底是失察还是背后的人你们不敢查呀？够了！从今以后，既然我叶君临回来了，你镇抚司不敢查的人我来查。 既然是京城黑云漫漫，我叶君临就杀出了老莽乾坤。还有我告诉你，无记住，如果让我发现这里面有你镇抚司的人，我连你镇抚司一起端，你信不信？阁老，出事了，至尊女儿被害，妻子受人胁迫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到底是哪个混账？ 他只是在动摇我龙国国本呐！目前只知道京城江家牵扯其中，但背后一定有大人物在推动。镇抚司内卫也正在全力调查。不惜一切代价安抚至尊，我会尽快赶往东京。老天要变了。
我出一块，。放肆！你哈是。冒犯先生，其罪当死。哟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你这个废物！哼，六年前你就是个丧家之犬，六年后你依旧是个废物，狗屁不是！啊，来人，给我灭了他！人他妈都死哪儿去了？给我灭了他呀！你是说你那些废物吧？我猜他们是不会出现。凌霄君何在？在。凡江家所属杀无赦。遵令。喂，狱外的那些酷刑，我可是很久没用过。你很幸运。你不能杀我！我告诉你，我要是不把那小叶蓉送出去，那楚少知道了不会放过你们的。说，小主在哪儿？那个，你先别找我，他就在里面。听见？啊，小主，爷，念念，啊，怎敢如此？传令，全面封锁京城，念你入上半分，我要整个京城陪葬。传令，凌霄军所属全面接管京城城防，有反抗者都杀无论。传令鬼一门，小主命悬一线，火速赶来京城。传令四方龙帅、九大天王立刻集结东周。报告令，据内卫最新消息，莫青母女被害之事，除了楚家受辱。什么？他们怎敢？楚家？哪个楚家？还有，统领，京城突然出现大量军队，他们自称什么凌霄军，他们强行接管了京城城防，城防营已被缴械。统领，我们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现在就祈祷里面那位平平安安，否则我不让你去找今日所有的名医了吗？人呢？怎么还没到？王林，京城最好的名医都在这儿了。凌霄战士，这都是京城名医。我来。先生，这是京城所有名医，洛清河也马上到。舒管家，带我见你家家主，快！你是肖战，逍遥王受封大典咱们见过的。原来是肖总，我今日还有要事在身，改日再同肖统领叙旧。舒管家，我知道你是为里面那个小女孩而来的，我搞不明白你们楚家怎么会对一个小女孩下如此毒手。我家少爷做什么，我可不敢过问。要不，肖统领自己去问问。你们怎么？一个小野种而已，我们楚家做事还需要萧统领请示。你如果不想让楚家陷入危机，就赶快带我见见萧妖王。萧统领，我叫你一声萧统领是给内阁面子，还真把自个儿当成什么人物了啊？我家家主是谁想见就能见到的，蒋家人死哪去了？不是让你们尽快把小野种送到楚家吗？你是什么人？蒋家人去哪了？有那个小野种在哪儿？你们好大的狗胆，知道我是谁吗？是楚家的人。别着急，我会去拜访你楚家的。怎么样，这么小的孩子怎么忍心啊？造孽，最后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吧。什么？怎么会？不可能，
老祖在哪儿？说，楚家老祖在哪儿？原来你是这小野种的父亲。告诉你，楚家不是你能够得罪得起的。赶紧把这小野种送去楚家，兴许还能混个一官半职的。不说实话，不说灭你楚家满门。在楚家医院。你放心。爸爸这就带你去打坏人，那些欺负过你和妈妈的，爸爸保证一个都不会放过。班主，两年人，怎么现在才到？管家呢？你又是什么人？我不管你是什么人，既然你把小游种送到了，我们楚家原定的报酬同样支付。人留下，滚吧！你就是楚家那老狗啊！你说什么？陈公子，肖统领怎么会突然来到京城？哎，肖统领，哎，肖统领，你怎么了？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是京城陈总督。哎，是我，肖统领。你怎么会突然莅临京城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我刚接到江家的消息，就立马赶过来。肖统领，来人，叫救护车！去楚家医院。楚家，快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好，走。你就是楚家那条老狗啊！你说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敢动我叶俊林的女儿，我要你楚家百倍偿还。你是这个小野种的父亲，原来是你这个废物，你居然还没有死！请病人念念念及家属立刻前往急救室。来人，给我上！滚开！再敢羞辱先生，死！这反了，真是反了！人呢？管家呢？都死哪儿去了？我要他们死！我杀了家属，你把孩子放下来。我看谁敢救他！废物，这是楚家的医院，我看谁敢救这个小野种！你，念念，念念怎么了？念念，念念，你去看眼睛，看看妈妈。念念，你不要丢下妈妈！念念，医生，我求求你救救他！我求求你们救救他！念念。幸我一听到宝宝，说到念念的名字，发疯一样冲过来，我没拉住。行，赵无秋，幸我是我最好的闺蜜，我照顾她是应该的，用不着这种人渣谢我。陆家丫头，老太君，你怎么也插了进来？老太君，求您发发慈悲，救救念念吧，她可是亲我的命根子。莫去背个大锅，死了更好。她活着，就是京城的耻辱。老太君，老太君，您发发慈悲，我求求您了。要是您答应救念念，我就同意和舒啸天的婚事。你同意？苏家丫头，我劝你搞清楚，是你父亲求着我们楚家，我们才同意这门婚事的。不过一个小野种的死活，我们楚家并不在乎。想要这个小野种活的话也可以，让那个废物跪下来求我，我可以考虑。你也配？念念，我求你了，念念还等着人救命呢。你这个贱人，敢打我，给我抓起来送到罪恶之院！我要让他被那些世上最肮脏的男人羞辱致死！你要坚持住，妈妈一定会救你们！来人啊！来人救救他！念念，病人已无生机，回天乏术了。这个小野种，死了就死了。哦，不对，这个小野种的眼睛还能用吗？
手下洛清河拜见见过叶先生。快快救念念快。是。你们在质疑我的医术，我可是楚家重金聘请的医学博士，就是在帝都医院也不敢有人质疑我的结论。这个病人的生命迹象已经完全消失，趁现在还能把有用的器官取下来，或许还可以。这是鬼门十三针。你是鬼医门的门主神医洛清河。你是鬼医门的门主神医洛清河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鬼医门是至尊神殿的所属，从来不给外人医治的，这不可能。叶先生，我以鬼门十三针封住了小姐的命魂，暂时强留她一口气，接下来务必不能让人打扰啊。好好，小姑保护妮妮。是。鬼医门还洛神医，你这个废物怕不是疯了吧？这是我楚家的地盘，还轮不到你这个废物来指点江山。现在要么跪下，要么小野种死。胁迫我妻子，残害我女儿，楚家你当真没人治得了你啊？放肆！太君乃是逍遥王的母亲，当真是不姓黄吗？心切扫你，真想死啊？哼，废物！老管家可是我儿逍遥王手下的高手，你这个废物能抵挡得了的？让老太君快走，去找逍遥王。你说什么？你竟然让我在这个废物面前逃走？你不是高手吗？难道连个废物都杀不了？我说过，想玩我他是不够格。里面的人听到了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所有人立刻放下武器，双手抱头。小子，立刻放了楚老太君。是你的人威胁我。怎么光天化日就叫嚣要人性命？你当京城是什么地方啊？刘德，快让人杀了他，给我杀了他。陈叔叔不要，他是女儿被人重伤，一时情绪失控，不是真的想杀人。苏丫头，你瞎掺和什么呀？赶紧回去。陈叔叔，好了，要是你父亲在这儿，或许徐老太君还会给你面子。一个小姑娘，就别给你父亲添乱了。来人，送苏小姐回去。陈叔叔，那陈叔叔，你至少也把亲母送走，不然我死也不走。哼，你个蝼蚁！我们楚家不关心。好，把他们两个送走。亲我，亲我，你先跟我走，我立刻给我爸打电话，让他想办法救念念。你现在在这儿也帮不上什么忙，走吧。我警告你，离亲我远点。小子，还不放了老太君？我说了，今天谁也救不了你。敢！是在找死！准备，准备，慢！陈统督，萧统领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怎么样？幸不辱命，只是小姐身体太弱，我想带她回去调理一段时间。你是爸爸吗？对，我是爸爸。对不起啊，念念，爸爸来迟了。太好了，你爸爸了，你再也不是野种了。念念乖，爸爸答应你，爸爸以后再也不会离开你们了。但是你现在要听话，要先和洛神医去治一段时间的病，等你病养好了，爸爸和妈妈带你出去玩好不好？那爸爸会过来看念念吗？会。肯定会的，等你病治好了，爸爸和妈妈带你出去玩，听话。太好了，你也听话了。来，先生放心。身为一省总督，却沦为楚家的一条狗，你很好。你。
哎，陈总督，还想请刘老太君吗？传令陆凌霄，让他注意保护妮妮。先生放心，已经通知凌霄战神了。还有，青武那边你也盯紧一点，一个苏家，楚家可能……七杀殿魏颖传来消息，青武小姐已经回了墨家。 马上派人保护苏家人，这些年多亏了他保护青武，我不能让他被连累。我去趟墨家。我求求你，救救念念吧！不管怎么说，她也是您的外孙女，她流的是我墨家的血。啊，要不是当年你不自爱，好好嫁给楚少的话，我们墨家这么些年早就飞黄腾达了。至于像现在这样照顾宝熙嘛，就是这些年，我们墨家因为你们母女俩遭受了多少骂名。 都快成了京城最大的笑话。韩丽，要不是你骗我把念念抓走，你姐现在至于我吗？我青武怎么跟你姐夫说话？我看你现在就是越来越没规矩了。韩丽，你好意思站出来说你配得起姐夫这两个字吗？要不是你，外人怎么会知道念念的熊猫体质？ 你把我骗出去，不仅要把念念卖到江家，还是你，你还要强暴我！那个疯女人在乱说什么？我怎么会做那种事？就是啊，莫青武，6年前你就不知道洁身自好，居然还敢污蔑你姐夫，你还要不要脸？ 自己得罪了楚少，关你姐夫什么事？当时念念为了救我，在你胳膊上咬了一口，你敢伸出那条胳膊证明吗？我到底怎么回事？哎呀，爸，您还真的相信这莫青武的一面之词啊？他是什么样的人，整个京城那谁不知道？哎，就是啊。 当初要不是你救了我，我怎么可能做出那种事情？哎，爸，您想想，这么多年了，我要真是那种禽兽，还用等到今天吗？你当年就不检点，立我墨家无休，如今竟敢背你人伦，真是毫无羞耻之心！我，韩立，你禽兽不如！你说再敢如此无休无耻，你就给我永远滚出墨家三百！韩立。 既然你说我勾引你，那你就承认你当时在场了。念念可是我们墨家的亲生骨血，你怎么忍心呢？他才逼我死呀！韩立，爸，你说你为什么会跟他们在一起？这两天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这两天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 爸，我承认是我将青武还有那小爷种骗出去的。爸，我知道是我不对，但您至少先听听我为什么要这么做。哼，你倒是说说看。我墨家现在岌岌可危，集团产业随时面临崩溃，究其一切到底是什么原因，我想你应该很清楚。哎，楚家暗地里放粗话。 我们墨家为什么和楚家结仇？您心里应该更清楚。继续说。哎，爸，我是墨家的女婿，怎能眼看着墨家就这样子倒下？这两年我费尽心思接近楚家，整天在外跟人装孙子，总算搭上了楚少这条线。你说什么？ 你答应了楚少这条件，死活当真？哎呀，这几年我可是数次登门求见，想当面跟楚少认罪，结果我连楚家的门都进不去。哎呀，爸，当然是真的了。韩立怎么敢拿这件事情骗你？您是不知道啊，他这两年天天委屈着自己，受了多少白眼呢？好，关键时刻呀，还是韩立为我国家着想。 我做什么无所谓，好在楚少松了口。
只要我墨家姓上墨青，不但不会再针对我墨家，甚至还会帮我墨家跨入京城异人家族的行列。楚头直说这种话，千真万确啊！只是这楚少和苏小姐已有婚约，青武过去，楚少不嫌弃青武残花败柳，已经是给了我墨家天大的面子。我墨家哪还敢失去什么名分呢？对呀，您知道青武的性子，他肯定不答应，所以我才出此下策。好一个墨家人，好一副伶牙俐齿，把出卖自己女儿的禽兽行为说得如此大义凛然。我叶俊林从来没见过你们这些如此厚颜无耻之辈。你是什么东西，敢在我墨家指手画脚？就是他，就是他，就是当年亲我的那个奸夫叶家废狗叶俊林。原来是你，你个禽兽不如的东西，打讨完亲武又奸杀一个学生，你这种人渣怎么还活在这个世上？秋，你相信当年我真的没有？不重要了，我现在只想把念念抚养长大成人。算我求你了，你不要再来折磨我了，好不好？求我不好，我当年真的没有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我这次回来就想查清当年的真相。等你找到证据再说。听我，我墨家不欢迎这样的人，把他给我赶出去。只要您答应救念念，您说什么我都同意。好，你姐夫刚才说的话你都听见了，只要你答应去陪楚少，我不但保证会救念念，而且还会承认他墨家人的身份，以后他都会得到最好的治疗和生活。不要担心，念念我已经找到了，他现在在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，你相信我，我们的女儿不需要别人来救。相信你？你我拿什么相信你？好，我答应。秋哥，我这就让你相信我。你们如此逼迫秋哥，不就是因为你们遇到财政危机了吗？好啊，这个危机我来解决。我打个电话。喂。马上通知龙神集团，给青武安排一个合作项目。没有项目就另一个项目。要，我没听错吧？他说什么？要龙神集团给莫青武安排项目，还专门立一个？喂，你知道龙神集团是什么样的存在吗？不学无术，只知道空口大话。整个龙国谁不知道龙神集团是林小姐所属产业？哼。只听命于凌霄战神，从来不与外部合作，连楚家都没有见的面子。就是扯虎皮还扯到龙神集团身上，这要是让凌霄战神知道了，咱们墨家都得受牵连。爸，我看这废物明显是害了青骨不够，现在还要害我们墨家。我叶俊林他根本不需要他们龙神集团。爸，这就是你想出来的办法吗？叶俊林，我求你了，我只想要安安稳稳的生活，有困难我们可以想办法去解决，而不是你这样。喂，你好。什么？龙神集团？好的，好的。再见。龙神集团，这小子不会真跟龙神集团搭上关系了吧？如果是这样，那就更不能理忽略。真是龙神集团？他们说的好像是真的。哎呀，爸，你想什么呢？龙神集团从来不对外合作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可这很明显，这废物啊，不知道从哪找了个龙套演员来做戏，这么拙劣的演技，爸，你不会真信了吧？冒用龙神集团的名号，这可是灭门的大罪。这种大是大非面前，爸，你可千万不能糊涂啊！这龙神集团名头太大，差点被这废物给糊弄住了。可是电话上那人说的，
不像是假的。不像假的，他这是拿我莫家人当傻子。莫清武，我最后警告你一遍，要么就是给楚超赔罪，求得楚超原谅，要么从今天起给我滚出莫家。莫清武啊，我劝你还是好好想清楚，那个小野种从小就断不了治疗，这可是一笔巨款啊，没了楚家，那小野种就只能等死了。废物，你敢在我莫家放肆，找死！你个废物，敢在莫家打人！来人！不管怎么说，念念也是清武的女儿，你一口一个野种，一口一个野种，你也配当清武的姐姐啊？还有你，莫家主，清武被抓，念念被送到了江家黑市，你作为清武的父亲，你不知道怎么安慰他，你为了一己私欲，你逼自己的女儿卖身求饶，你还是人吗？谁要问你？她是我的女儿，无论她嫁给谁，轮不着你个废物说三道四。你的女儿？你们莫家人有把她当做你们莫家的女儿吗？她在你们莫家人的眼里，不过是一个交换利益的筹码，在你们莫家人眼里，她只不过是一个货物，跟货物有什么两样啊？我一定会保护好母亲。我赶紧想清楚。这些年，若不是为了念念，我早就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。我知道，我明白。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让你们成为天底下最幸福的人。我现在就带你去见女儿。念念她真的没有事儿。她现在被我送到了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。我跟你走。莫清武，今天要是敢踏出莫家，就不再是我莫家人。你给我想清楚。金玲说的没有错，你们什么时候拿我当莫家人，拿念念当你们的外孙女了？混账！连你也敢去撞我？念念是我的全部，只要念念平安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混账！这是无法无天！叛逆！你个怂货，连个废物都怕，你就眼睁睁看着他打了老娘啊！不是怕，是跟他废物拼命，实在是不划算了。怂货！叶君林，放手！清武，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给你和念念一个全京城最好的家。我不需要，念念也不需要一个杀人犯的父亲。是我对不起你们。等明天我们拿下龙神集团订单，我们就可以。够了，叶君临，我爸他现在不在这儿，你能不能别演啊？我怎么又要让我相信你？我也想相信你，可你拿什么让我相信？清武，我根本就没有。算了，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这些。念念在哪儿？哦，念念在我一个好朋友家里治病，已经完全脱离生命危险了，还需要再休养两天，到时候我立刻得去见他。啊，那就两天之后再说吧。哎，让开。怎么，你还想让六年前的事情再发生一次？我不会回莫家的，我去小冉那儿。清武，我没有骗你，也永远不会骗你。安排的怎么样了？按照您的要求，已经收购了京城最顶级的龙虎山庄，以龙虎山庄作为基础，改建为你和莫小姐的府邸。此次改建工作也作为和莫小姐的合作项目了。好，记住，我的身份千万不能让清武知道，他现在只想要安稳的生活，我也没想好怎么跟他说。属下明白，可莫小姐一直不来谈我。这也用我教你啊？属下明白了，我这个就让人放出这份消息。
那天飞武放出大话，要龙神集团给青武准备合作订单。今日龙神集团忽然公开招标，难道那飞武真的跟龙神集团发生关系了？哎呀，怎么可能？这一定是巧合。他是什么身份，您不知道吗？一个强奸犯，龙神集团怎么会跟这种人有关系啊？ 是楚少，快接呀！韩立真的跟楚少搭上关系了，是莫家的前程啊，以后就靠韩立了。好的。啊！他怎么敢？我莫家，我莫家完了呀！怎么了？ 楚少说什么？哎呀，你快说啊！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不是巴结上楚少老太君，他就是在抢救中生死未卜。什么？爸，我就知道穆青武带回来的野男人会害死我莫家。 你不是跟楚少要交情吗？你快去求楚少呀！爸，那可是楚老太君，您觉得楚家会善罢甘休吗？天要亡我莫家呀！爸，您先别急，楚昌那边说了，只要我们莫家信上莫青武，他可以放过我们莫家。但是叶君临和那个小野种，必须赔偿。好，快想办法。 想办法让青武去赔罪，你就是绑，也要把青武给我绑到楚家。就那个废物和小野种，谁会管他们的死活？有您这句话，我就有办法。那我告诉你，好，希望你说的棒。是。青武，你就放心吧。原来我爸派人查过了，那天我们走后，念念确实被人带走了。哎，你就放心吧。 虽然当年叶君临被定了强奸的罪名，但我总觉得他不像那种人，而且他对你和念念是真的很关心，不像是装的。他是什么样的人和我没有关系。好了，他不是过两天要带你去看念念吗？我们先去给念念挑一些他喜欢的衣服。怎么？没什么，你先挑，我有点事儿，我处理一下。哎，小冉。 你先挑，我有点事儿，我处理一下。是我看错了，还是？大神，以您的专业角度帮我看一下，这两张照片是不是同一个人？需要技术比对。 需要找时间。莫青武，爸，你自己一个人在外面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哼，你真以为那废物能帮你？莫青武，你清醒一点。 离开了家族，你们小野种就只能等你。村长，说话呢？爸，舅妈，别闹了啊！冷静下来，就跟爸回家。念念毕竟是我莫家骨血，我不能真看着他自生自灭。爸，你怎么，真是给脸不要脸。 你怎么，真是给脸不要脸！啊，哎，你给脸不要脸的人是你。你又是你这个废物！怎么，上次给你教训不够是吧？她毕竟是你妹妹，心疼，你太过分了。哎呀，爸，是您不计前嫌来叫她回去，她一个做女儿的居然还摆起架子。好了，之前是我委屈她了。青武啊，要一时没考虑好。 咱也不着急啊，慢慢考虑，考虑清楚给爸打电话，爸亲自接你回家，好不好啊？青楚，我们走吧。爸，走了，青武，给爸打电话啊，我等你电话。走啊。
一切，我来晚了。至少你没有出来，刚才谢谢你。你打算就这样一直跟着我吗？有心事，跟你没关系。小东去，救我去。你竟然会同意我回去？我说过会给你们弄点幸福。我受什么委屈都没关系，但念念生下来就没有父母，我知道他有多羡慕这个小朋友，有爸爸，有爷爷，有奶奶。我不能让他没有家人。所以想回去就回去，如果还有什么别的事情，我帮你去。算了，我不想说这个。王思欧。S.O. 就是小冉突然给我发了个 S.O. 我打电话问一下。干嘛？你刚才说给你发什么？不知道啊，就 S.O. 两个字母。如果他要跟你说的是 S.O.S. 呢？你是说小冉有危险？对啊，小冉平时虽然跳脱，但是从来没有这么莫名其妙。你快给我！叶君你干嘛？赶紧报警！我没心思跟你闹。听我，你听我跟你说。如果报警有用的话，他为什么不自己直接报警，反而给你发信息呢？那怎么办呀？小冉可不能出事啊！这样，你把他手机号码发给我，你相信我，我能把他救出来。好。青雯，现在苏小冉回去给安排安全。这个是我家的钥匙，你在家里等我，你相信我，我一定把他带回来啊！等我。你慢点。立刻搜索这个号码，然后把具体位置发给我。沈殿卫队听令，留下一组人保护青雯，其余人随本尊杀贼。遵令。你是青雯的姐夫韩立。你要干什么？你个小贱人，这几年老是坏老子好事，要不是你莫清文，那竟然还不早就被我收拾了。仗着苏家每次坏老子好事，今天我就先把你收拾了。爹，我妈不会放过你的。还在拿苏家吓唬我？我告诉你，苏老头敢不开眼，老子连你苏家一块灭了。我不要，求求你。叶君临，上次打了老子，你让家还敢出现？我可以给你个机会，告诉我幕后指使者是谁。你个废物，知不知道这什么地方，还敢跟老子嚣张？看在青雯的份上，我再问你一遍，是谁？一个六年前就被发配罪恶之渊的逃犯，能捡回一条命，就该扎着尾巴做人。竟然还敢不长眼啊！老子今天就弄死你，然后回去好好摆弄莫清文的贱人。兄弟们上，给老子弄死他！住手！再敢动一下，老子弄死他！你放了他，我饶你一命。你别动，别动，就站在那儿。处理姚光，不惜任何代价，必须给我查清楚韩立背后的人是谁。你帮帮我！苏小姐，你听我说，你再坚持一下，我们马上就回去。好热，你清醒点，马上就回去了啊！喂，青雯，怎么样了？找到小冉了吗？你放心吧，小冉已经安全了，马上就回去啊。叶君临，不是，青雯，你听我给你解释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们马上就回去，回家我给你解释啊。哎，姑奶奶，这儿不能摸。喂，
喂，你就不能清醒点吗？我好难受。秋武，你听我跟你解释，苏小冉她是被……不用解释，我不相信你，但我相信小冉。而且你怎么样跟我没有关系。怎么这么烫？小冉她怎么了？她被人下毒了，具体怎么回事得等醒了之后再说。那还不赶紧送医院？她这个毒医院解不了。什么毒的？你下流！哎，不是，毒又不是我下的，我怎么就下流？毒不是你下的，你不是想给他解毒吗？天地良心啊！我把他带回来是想让你用冷水给他敷一敷，只要控制住体温就不会出大事了，等药效过去人自然就没事了，真的。反正我没动。到底是哪儿不能摸啊？哎哎，秋武，你听我给你解释啊！建国哥，说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至尊他为了救女儿，打了楚家老太君，楚老太君现在生死未卜。楚家有什么反应？暂时没有发现什么大动作，但政府自内卫查到，楚家以前的门客顾旧近期有过几次聚会。放出消息，至尊回归龙国，驾临金城，希望这个消息能让萧阳王知道至尊的身份，知难而退，将这件事到此为止。哎，小冉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小冉。青武，是我，我是青武，没事了，已经没事了。小冉，昨晚到底发生什么了？其实也没发生什么。就是家族生意那些恩怨，青武你不要问了，我爸一定不会放过他们的。不问了不问了，只要你没事就好。好像是叶君临救了我。青武你想想，其实以叶君临的表现，六年前强奸女生的事，可能他是被人冤枉的。我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，我只想赶紧找到念念，平静地陪她生活。可是，龙神集团竟然要和外部合作！龙神集团？什么？龙神集团？喂。马上通知龙神集团，给青武安排一个合作项目。没有项目就另一个项目。难道真的是他？是啊，龙神集团从不与外部合作，这可是第一次。京城各大家族都传开了，我爸还没回来，要我去竞标。青武，你一定要陪我去。青武，青武啊，你说什么？你这是怎么了？我说让你一定要陪我去。啊，好。我就知道我家青武最好了。叫谁呀、啊？我们这偷偷摸摸的日子要过到什么时候？你他妈别叫了！叶君临那废物不但没死，现在还回京城了。我弄死他，我们两个都得玩完。当年不是把他送到第二志愿了吗？不是说
从来没有人能从那里走出来的吗？他妈也想知道那肺为什么不死。怎么办呀？他要是知道了当年的事情，他肯定不会放过我们的。怎么办呀？够了！你他妈给老子冷静点！他不放过我们，我还不想放过他们呢。等等，你说什么？他不会放过？那肯定啊！他要是知道了当年你让我陷害，对呀。如果让那废物看到你出现，他那会怎么做？那还用说，他绝对能撕了我。不错，六年的仇恨呢，只要我们做好安排，到时候他只要敢动手，我们就能当场抓住他，甚至当场灭了他。你想让我去当鱼儿？不可能，我绝对不可能去的，他肯定会杀了我的。你他妈给老子！来，听我说，只要你听我的，就不会有危险。哎，你想想啊，要是我们不赶紧除掉他，那他肯定也不会放过我们呐，对不对？你说，当年怎么就鬼迷心窍，信了你的鬼话，跟你过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？好了，飞，相信我。上次啊，楚少已经见过莫倾城那个母老虎了。他楚少看上的女人哪一个逃得过？哼，到时候等楚少睡了莫倾城，我们两个可不就名正言顺的在一起了？你最好是。免费的保镖不用白不用。我看你就是从昨天之后说什么都向着他。怎么会，本小姐当然是向着我家亲母一边了。您好，您是莫小姐啊？您好，我是莫清武。我是龙神集团总裁助理，我们总裁想请您商量一下合作，不知莫小姐是否方便跟我合作？是。庆武别愣着呀，陈助理你好，我是苏家苏小冉，庆武有时间，很有时间。那好，莫小姐请随我来。慢着，这位是？他是冒牌货，他早已被我莫家逐出家族，现在我才是莫家唯一的大小姐，这是我莫家拜帖。果然是莫家拜帖。怎么说你是冒充的？我不是冒充的。我我不是冒充的。我呸，庆武什么时候是冒充的了？她可是堂堂正正的莫家小姐，你说逐出就逐出啊。安静。保安，将无关人等带上去。是，陈助理是吧？我劝你最好问清楚，你们家总裁请的是哪位莫小姐？你如此不分青红皂白，凭什么说我们家秀是冒充的？你又是哪位？陈助理，别听他瞎说，他就是六年前那个强奸女生的叶君临。这种人渣也敢放进来？你们安保工作是怎么做的？还不赶紧！慢点。喂。我和庆母在龙神集团，让他们管事的滚过来见他。他说什么？要龙神集团的总裁见他？哎呦，这可是我听过的京城最大的笑话了。我不管你是什么人，这里是龙神集团，敢在这里闹事，整个龙国还没有过。我劝你自己离开。听见了吗？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你确定让我们离开？我告诉你，如果我们走了，待会儿你让我们回来就没那么容易了。你个废物，真拿自己当人物了。这里是龙神集团，凌霄君所属，还请你回来？你当自己是凌霄战神啊？叶君临，能不能不要闹了？你不嫌丢人，我还
工作。对。仙儿，我们走。青舞，你相信我。相信你，相信你，爹我怎么相信你？再想要面子也就算了，这里可是龙神集团，你到底强撑你那可怜的面子有意思吗？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踏实下来？叶君临，你太想说了。青舞，要不我们再等等？等？小冉，你在想什么呢？你不会觉得龙神集团真的会听他的吧？可叶君临，你像是会说大话的人。这人算是墨家界顶大了，人呢？你好，张总，我是墨家墨倾城。不是你看看，不是我才是墨家大小姐。墨小姐，您才是我们龙神集团要找的合作对象。不是这个，对不起，墨小姐，是我疏忽了，对不起，请墨小姐原谅。你们找的真的是我？不会又认错了吧？绝对不会的，莫小姐，我们龙神集团只会跟您合作，之前是我没有交代清楚，请莫小姐原谅。怎么样，冯云夫？我刚才就说，你如果让我们出去，再让我们回来就不容易了。我是我疏忽，对不起。原来你才是莫小姐，害我差点酿成大错。不是我，莫安，给我赶紧去！说说，我才是莫家大小姐，那莫家我凭什么？分开我！这是我们龙神集团拟定的合作协议，您看一下，没有问题的话，签字立刻生效。青舞，你别愣着，快签字啊！麦小姐，相信我们的合作非常愉快。谢谢。叶先生，还有什么需要帮忙吗？没有了，去忙吧。好的，叶先生，请您自便，有什么需要可以再告诉我。叶君临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龙神集团的人为什么对你那么恭敬？那个，如果我说我救过凌霄战神，你信吗？不想说就算了，救过凌霄战神，你怎么不说自己是至尊呢？好了，青舞，他肯定是有什么难言之隐。不管怎么说，他也是帮了你嘛。哎，不过说到至尊，他还真在我们京城。至尊。你是说至尊神殿的那位？嗯，至尊不是一直在域外征战吗？怎么会到京城？是真的，消息是从内阁高层传出来的。如今东周的各方势力啊，都在赶往京城，甚至我听说，连金龙商会这种顶级财阀都来了。是，那种云端上的人跟我们这些普通人没什么关系。我只想尽快找到念念，知道他平安的就好。青舞，你放心，我都已经安排好了，明天我就带你去见孩子。怎么了，小冉？家里一些麻烦事儿。好了，青舞，你们先聊，我回去一趟。嗯。不管怎么说，谢谢你。青舞，我说过，我一定会给你和念念幸福的。这六年来亏欠你，我会余生好好的。没有什么亏欠不亏欠，生下念念是我自己的决定。我就会承担所有后果。莫青舞，过来。爸，龙神集团的事啊，我听青灯说了，不管怎么说，合作都是给了我墨家，是吧？你们谁钱不一样啊？这件事啊，是青城不对。青城，给你妹妹道歉。凭什么？他已经被……够了，够了，给你妹妹道歉。对不起。行了，青舞，这件事啊，就算过去了。你找个时间还是回来吧。啊，念念毕竟是我墨家的骨血，我不能真看着他不管。而且这孩子，他也是需要有个家的，是不是？我还没有想好，这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。你姐姐啊，就这臭脾气，你别跟他生气啊。
他呀也是希望你早点回来，是不是？青武啊，这龙神集团的项目事关重大，单靠你一个人吧，万一做不好，不但赚不到钱不说，而且还会得罪龙神集团。依我看呐，还是交给我墨家来。墨家主，我说你怎么突然对青武这么生气？原来是这个原因。我明告诉你，龙神集团点名要和青武合作，你就死了这条心。放肆！这是我墨家家事，轮不着你个废物操心。爸，青武啊，既然你不愿意，对吧？那爸今天也表个态，龙神集团的项目呀，就交给你，家族绝不插手，而且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提出来，咱们家族啊会尽全力帮你，是不是？免得有些人呐、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。谢谢爸。行了，就早点回来啊！要记住，我们才是你的家人。就我明白，这就是我所谓的家人。只有在有利益交换的时候，才能打动他们。在他们眼里，我只是个局外人。青武，不会了，你还有我，还有念念，我们都是你家人。青武，你相信我？我真的，我从一开始就没有相信那些事儿。我真正失望的是，六年，你哪怕给我一句消息，我也不至于面对别人说念念是野种的时候，无言反驳。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这六年来，我又想不去找你，可是我，青武，我不想再瞒你了。其实我，不想再瞒你了。其实我够了，为什么你每次都要找这种借口？这次你的身份你要说是什么？说你是凌霄战神，还是说你是至尊？我够了，我不想再听你那些过往了。我只求你能够安安稳稳的生根，给念念一个完整的家。我以后再也不会离开你和念念，我们一家人好好生活。休息会儿吧，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？我总觉得怪怪的。怎么了？龙湖山庄本就是京城乃至整个东州最顶尖的豪华庄园，不但地理位置极佳，更是由世界顶尖团队设计，每一处细节都几乎做到了完美。这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问题，这是最大的问题。这什么意思啊？你觉得这么完美的地方还需要改建的必要吗？这整个合同需要更改的地方加起来不用100万，可是龙神集团竟然给出了1亿的天价，这感觉就好像是要给我送钱一样。这只能够证明我老婆足够优秀，连龙神集团都上赶着找我们合作。才那么一次恋爱。真的？嗯，你说谁是你老婆？当然是你啊。你放开你这个无赖。苍天有眼，能够让我回到你身边。别说当个无赖，就算被整个世界给抛弃，再也没有人能够让我放着。怎么了？没事儿，你乖乖在家等我回来，我出去处理一点小事儿，很快啊。人在哪儿？你吓我一跳，你怎么走路都没声的？不好意思啊，那张照片什么意思啊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那天我和青武去逛商场的时候突然遇到，我就觉得他和当年新闻上的那个女孩很像，但是我又不敢确定，我就偷偷拍了照片，找我朋友确认过了，肯定是他。没错，还有我发配罪恶之源整整6年，还有青武误会我整整6年，还有念念被人欺负整整6年，这个人化成灰狗的人呢？人在哪儿？我刚才看见他进了奇运酒吧。哎，
哎，你等等我，这可是本小姐提供的线索。你说这招会有效果吗？那小子六年前就是个丧家之犬，现在死里逃生，竟然还敢回来。管他有没有效果呢，那个废物竟然让我来当娱乐，不是正好合适我们？有道理，老子就是喜欢。果然是你。果然是你，不就一个废物吗？慌什么？叶君礼，你还真敢回来啊？交出阮菲菲！废物，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？看来你们是有意安排，故意引我过来啊！你现在才知道是不是有点太晚了？如果你现在给我跪下来磕个响头的话，我可以让你少受点罪。我记得当年抓我的就是你吧？既然你还知道六年前的教训，你就应该想到金城，你就不该回来。你不过是给别人卖命的一条狗，杀你脏我的手，你别逼我。我倒要看看谁给你的勇气敢这么跟我说话。现在可以谈了吧，李俊霖，你敢动我，你今天别想走出这里。秦组长，我记得六年前你还只是一个队长，六年之后都已经混成总长了，看来你害了我这六年，你背后的主子可没亏待你。既然知道我是金城巡捕房总长，你还敢动我，那又如何？叶君临，我肯定是做了十全的准备的，不然我怎么可能让你轻易的进来？外面全是我巡捕房的人，蓝卫飞已经走了，他们随时会冲进来。我来这儿就是为了找那个戒指，但愿他能够为了你回来，要不然还得麻烦我再找他一趟。不要以为你能打就可以无法无天了。无法无天，秦总长，当年你为了让我认罪，滥用私刑，甚至伪造口供，咱们两个谁无法无天呀？身为金城总长，不思为民做主，反而与坏人沆瀣一气。秦总长，你秦家可真该死啊！放开我！你是要找死吗？我是金城总长！好一个威风凛凛的金城总长，颠倒黑白，伪造罪证。秦总长，你可真是手眼通天啊！今天我就让你死个明白。至尊殿的人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要么交出蓝菲菲，要么我灭你秦家满门。就凭你个丧家之犬也敢口出狂言？至尊神殿又能怎么样？你以为你混进了至尊神殿就可以嚣张了吗？灭我秦家，你以为你是四方龙帅还是九大天王啊？难不成是至尊亲临？我再说一遍，要么交人，要么死。别动，里边的人听着呢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立刻放开总长，双手抱头，蹲在墙角。叶俊霖，你在狂啊！我告诉你，这里是金城，在金城要守金城的规矩。不错，人确实要守规矩，不过不巧的是，既然我来了，那我就是这金城的规矩。叶经理，你竟敢！秦总长，你说是他们的枪快，还是我更快？叶经理，你冷静，我可是金城总长，你竟敢！你要是动我的话，没人救得了你，就算是至尊神殿，也不能践踏我龙魂法纪。真没想到，法纪这两个字竟然也能从秦总长的嘴里说出来。哎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蓝菲菲在哪儿？当年你为什么要陷害我？
放肆！竟敢挟持总长，负隅顽抗，只有死路一条。最后警告，立刻放开总长！叶经理，你……叶经理，你要干什么？秦武，六年前娘年年生下来就没有爸爸，六年后你要做同样的事情吗？叶君临，你冷静点，这可是京城总长，你千万不要做傻事啊！秦武，我听你的，不跟他们走，给我将这个无法无天的矿洞拿下！秦少，这一定有什么误会。叶君临他误会？你跟我说这是个误会？那废物刚才差点掐死我。苏教授，看在楚少的份子上，我不难为你。但是你作为楚少的未婚妻，竟然帮着他说话，你猜楚少知道了会怎么样？带走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他说过他会改，会陪念念好好长大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又要相信他？心母，你别急，叶君临这么做一定有他的原因的。是他。怎么可能？六年前他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是他。那天我不敢确定他和蓝菲菲是不是同一个人。回家以后，我找朋友用专业手段比对后才确定的。小然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快告诉我，小然。六年前那件事，叶君临是被人冤枉的，他被人设计陷害。今天我就是突然发现了蓝菲菲的踪迹，这才将消息告诉了叶君临。对不起，青武。我不该告诉他的，我应该能想到，任何人蒙冤六年都会情绪失控的。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，是我错怪他了。这些天他多少次求我让我相信他，可我……小冉，我该怎么办呀？你说，要不是我，他就不会被抓走，对不对？是我害了他。青武，你别急，这怎么能怪你呢？你这是救了他，要是再让他冲动干出什么事，那才真的完了。你放心，我这就回家找我爸，让他给我们想办法。哥，我怎么了？哥，那位刚刚得到的消息，至尊他好像不见了。你说什么？至尊。至尊住处一直有至尊神殿的高手暗中保护，我镇府司那位根本不敢太过靠近。本哥要的不是解释，至尊在我龙国五大战部的威信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前日我让你放出至尊驾临京城的消息，各方首脑都赶来京城，等着拜见至尊。你跟我说人不见了？属下已经命人全力查询，但现在京城各大要地都被凌霄军把控。很多地方我们内卫根本进不去呀！我要的不是理由，那些五大战部的统领都是些什么人，你不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明天日落之前，必须找到至尊，否则别怪我不念跟你们萧家的交情。是。哟，萧统领，上次一别，我还说大连庄为你接风呢，没想到您亲自登门了。来来来，坐坐。今晚是给您过场，上次那个叶君临还记得吗？你当然记得。萧统领那天说什么京城浩劫，为此我还专门回去查了资料。昨
我是个六年前被流放到罪恶之渊的逃犯。陈总督啊，在京城，我那位人手不够，希望陈总督多派些人，今天日落之前务必找到这里。这就是个逃犯，萧统领怎么会对这种人渣感兴趣？我该问你别问。我只说一句，找不到此人，我政府司固然不好交差，但别忘了。 人是在你京城没的，到时候恐怕陈总督也脱不开干系。言尽于此，告辞。哎，苏小冉，想不到你竟能找到这的。我楚家的婚书不是已经送给你们苏家了吗？怎么这么急不可耐的就来找本少了？楚啸天，我有事求你。 哟，这还是我认识的苏小冉吗？传闻中苏大小姐可是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杰，我今天倒好奇了，有什么事能来求本少？我有个朋友今天被巡捕房抓了。巡捕房？今天你说的是叶君临吧？你认识他？苏小冉，你是我楚啸天的老婆，现在却来求我救别的男人，你不觉得有点过分吗？ 我苏小冉光明磊落，不像你楚少这么龌龊。好啊，想救人简单，跪下。怎么？不跪，那我可就没办法了。哟哟哟哟！快来看看，快来看看，这还是那个高傲的苏大小姐吗？现在可以放人了吧？救人不能是这态度吧？你还要怎么样？怎么样？ 你不是说我龌龊吗？那本少不龌龊一下，你怎么对得起你？你自己把衣服给我扒光了！你无耻！我苏小冉再怎么样也不会嫁给你这种人。马贱人，竟然为了那个废物跑来求我！叶君临，6年前老子想要的墨镜，我给你捡了个便宜，6年后又勾搭上苏小冉这个贱人。 我要是不弄死你，我就不叫楚啸天。爸，求您救救他吧！救他？拿什么去救？那可是秦少，秦家可是咱们京城四大家族之一。怎么，你是想让我墨家都为那废物陪葬啊？爸，我求你了，可毕竟是念念的爸爸。啊！ 秦国，先起来吧。这件事情牵扯到秦家，确实不好办呐。爸，我求求你，救救他，求求您了。秦家作为四大家族，整个京城能让秦家退让的恐怕只有……爸，您说的不会是楚家吧？楚少会为那个废物出头？想什么呢？ 韩立不是跟楚少喝上话吗？怕，就跟楚少喝过几次酒。姐夫，我求求您了，你想想办法，我求您了。嗯，我只能尽力试试。至于楚少帮不帮，我可就没办法了。哎。 哎，好，谢谢。怎么样了？楚少已经答应了。嘿，但是那毕竟是秦家，楚少说他现在正在过来，了解清楚情况之后再看看怎么做。老公，你可真厉害，连楚少都能搭上关系。哎，这几年我在外跟着陈总督端茶倒水，不就是为了给我们墨家找个靠山吗？好，关键时刻。 还是要靠韩立啊！哎呀，我墨家担子呀，以后怕是要有你来挑了我。哎呦，过奖了，岳父大人，我那是墨家的女婿，为墨家考虑那是我分内的事儿啊。<笑>请我，看看你姐夫，再看看你找的这个队伍，还不快谢谢你姐夫？谢谢。哎呦呦，请，都是一家人啊，请我，不用这么客气。哎。 一会儿楚少可就到了，今天你可得好好招待招待人家啊！对对对，请我。
赶紧去换件漂亮的衣服啊！今天可千万别再任性，不然楚少不高兴。当年就让你捡了条狗命，没想到你这么赔的。这次我就让秋生不得秋死不能。秦总长，我劝你最好给我交出蓝飞飞那个戒指，我可以给你秦家留个种，要不然你秦家必灭。好你个狗东西啊！现在你还敢跟我狂，我看能够咽到什么时候。总长，总督府来电。你他妈有病吗？这时候打电话，你是老奴才。总长，政府司来电。算你好他妈走运，老子回来再收拾你。炳哥，那位刚刚得到的消息，时辰他好像被京城巡捕房给抓了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怎么回事啊？好像被京城巡捕房给抓了。京城巡捕房抓了至尊，他脑子被驴踢了吗？阁老息怒，属下已经完全查明，至尊因为担心夫人无法接受，所以一直隐藏了身份。但今日不知为何，在秦用酒吧绑架了秦总长，被巡捕房当场缉拿。至尊的杀伐决断竟然没有反抗，就这么被巡捕房带走了、啊？至尊当时已经控制了秦总长，但至尊夫人赶到。阻止了。原来如此啊！属下这就带人迎回至尊。等等，阁老，怎么了？你说至尊既然一直隐藏身份，我们贸然前进会不会引起至尊的不高兴呢？那群棒槌妹不是一直在逼问至尊的下落吗？将消息告诉他们，这个雷让他们去猜。阁老英明。京城巡捕房，好大的胆子，放我七杀铁！区区一个巡捕房也敢出至尊天雷？传令，甲子营全体包围巡捕房，手下武器全面接管，如有反抗，统统拿下。是。这是我父亲给你的。苏小姐客气了，你有十分钟的时间，小姐一定要抓紧时间啊！是你的，是我害你被抓进来的，现在没时间多说了，你赶紧走，我安排了人接你，到时候我会直接送你离开京城。私放巡捕房重犯，你这丫头胆子还真够大的呀！消息是我发给你，你才被抓进来的。本小姐敢做敢当，看你被抓进来，自然想办法救你出去。没想到还是个巾帼英雄，但我要就这么走了，你怎么交代？我可是郭大小姐，当不敢当怎么样？你别愣着，赶紧走啊！苏小姐，你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我和秦家还有很多恩怨没有解，我不能走。你在说什么？秦少可是巡捕房总长，你在这里就算没犯什么罪也会破红旗的，你觉得他会放过你？我也没打算要放过他，当年要不是他伪装罪证，我怎么可能被发配到罪恶之约整整六年？六年，念念和秦武也被欺辱了六年，这笔账我一定要亲眼看着秦家覆灭。好一个叫我秦家覆灭呀、啊！真是好一个让我秦家覆灭呀、啊！叶君临，本以为你这个废物只会躲在女人身后，现在倒是让我刮目相看了。秦少，别，苏小姐，我可当不起你这双秦少啊！光天化日来到我巡捕房监狱，你们苏家好大的威风啊！这件事我用不着苏家讨个说法。我苏小冉不是被吓大的？你不就仗着苏家吗？告诉我，当众劫持巡捕房总长，就算是你父亲也救不了你。苏小姐，我劝你还是赶紧回去吧，
你们苏家可当代不仅是劫狱的罪名，金宗正，你可真是越活越回去啊！你只会把本事撒在一个女人身上吗？叶君临，你别着急呀、啊，我这次一定不会让你痛痛快快死。谁？宗正，这是国际最大杀手组织七杀店的七杀铁。 见到这个七杀铁的人，比蝼蚁从一人头痛。七杀店怎么会来到龙国呢？他们向来用龙国警匪不犯河水。来人，来人，这人都死哪儿去了？我去看看，人都死哪儿去了？秦宗长，你不用再等了，我猜你的人是。 闭嘴！跟你说，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我会先拿你赔死！人呢？怎么废物都快不想干了吗？秦宗长，我劝你这关心关心自己的处境。七杀店上主杀神姚光，拜见叶先生。凌霄军统帅陆凌霄，见过叶先生。起来吧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上场巡捕房。 你可是死罪！叶先生，我受受，求你责罚。是我自己有事情在先，你别关心。另外，龙翔军和虎头卫等五大长老头领就定了，不是，胡闹！不好好镇住一方子弹，速成任务。你滚蛋！是。你们这帮放马吗？报告消防，我受伤了一个。京城陈总督到。 秦组长，你巡捕房是不是抓了一个叫叶君临的？人呢？哎，陈叔，快叫你的卫队将这帮狂徒拿下！他们竟敢擅闯巡捕房，还要揪走这个废物，他们这是要造反！还有叶君临这个废物，光天化日当众行凶，陈叔，你要立刻将他正法！秦组长，叶先生的事情恐怕其中另有隐情。 你先把人放了。成什么？我说，立刻放了叶先生。陈叔叔，我没听错吧？那废物当众挟持我，你跟我说另有隐情？此事我事后再给你细说，现在赶紧放人。不可能！那就是一个废物，为什么呀？ 且不说您陈家是京城四大家族，单就凭您京城总督之位，你为什么要怕那么一个废物？秦总长，我命令你立刻放了叶先生。命令。秦林。 对叶先生不敬，死！你这脾气还是那么火，我还想从他嘴里问点消息。叶先生，我起来吧，也不是什么大事，让你的人留下蓝飞飞的消息。叶先生说他呀，您放心，我已经派人去抓了。禀上主人已带到，来的正是时候。 下去吧。见过陈总督，您和他们一样叫我叶先生就好。是，叶先生。雨林卫他们，这帮混蛋，不好好守着国门，跑这儿干什么？这样吧，我给您写几个字儿，然后到时候您拿给他们，他们看了就不会为难您。好。 多谢叶先生，那陈某就先告辞了。恕不远送。这位。
我们有仇？我认识。六年前你为什么害我？是韩少，是韩少让我做的。他说只要按照他说的做，等他掌握了墨家，就会娶我。墨家，韩少，你是说韩立？就是他，都是骗子，骗了我整整六年，然后不顾。收了，带着他去墨家。是。金武，快去厨房准备一下。主上马上来了，知道了。兄弟，哎，你确定主上现在回来？哎，爸，您就放心吧。六年前那件事就是主上预谋策划。你说什么？叶军林一个废物，哪知道主上亲自出手对付？当年主上追求过莫清武，但是被莫清武给拒绝了。哎呀，哎，主上谬赞了，能得您的夸奖，整个京城啊，也没几个。对，庆城小姐，这是怎么了？怎么这么不小心？来，快让本少看看，有没有伤到哪里？怎么样，好点了吗？主上，您真是神医妙手，真的不疼了。哎，监内哪受得起您亲自按摩呀？韩兄，你这就不懂了吧？美人自然需要用心打扮，这点你离本少还是差得远呢。是是。哎呦哎呦，秦武来了，来来来，赶紧见过楚少。看了。来，秦武，快来这边坐。哎呦，楚少让你坐，你还不快坐？哎，对对对。楚少能亲自屈尊亲临我墨家，那是我墨家无上的荣耀。来来来来，请我请我，赶紧进楚少那边，快进楚少那边。哎，对对对，敬楚少一杯啊！一杯啊！干了，干了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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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都是楚长天的魅力，我呢不过就是推波助澜。哎呀，你们这些男人都不知道这莫清武他哪里好。楚少，您这是做什么呀？莫清武哪有倾城小姐这般的撩人？我楚少得不到的女人还不存在，今天我必须要得到她。楚少，你那么霸气，哪个女人敢不跟您求饶啊？哈哈哈，说得好！哎，楚少，楚少，我看还是先赶紧把莫清武带走吧。叶俊林那小子又回来了，万一他来了，搞不好又出什么差错、啊哎。对对对，叶俊林，我就怕他不出现。家俊林是活的名贵姓，我楚家什么时候受过如此奇耻大辱？哎呀，楚少明鉴呐，那狗样的东西。六年前就是个杂碎，六年后已经成个烂泥一样糊在我墨家身上。哎，他跟我墨家可是没有丁点关系啊！墨家主，你放心，庆武以后虽然没有什么名分，但是就是一只小母狗，那也是我楚孝天的狗。以后谁也别敢动你们！多谢楚少。韩少，把庆武给我送到老地方。楚少放心。对了，韩少，过两天把清晨也送过来，顺便帮照看莫清武两天。什么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还是楚少您想的周到。你我怎么了？你明知道楚少要的是莫清武，那贱人你还赶着贴上去？现在知道怪我了，这不都是你设计的吗？跟我装什么胆子？行啊。老娘就不去了，你爱怎么交代怎么交代。够了，能搭上楚少也算我墨家的气运。
借着这件事，我们也算有了去拜见楚老太君的资格。准备一下，明早去拜见楚老太君。好。叶青林，莫家主，不知你可认识一个人？叶青林，你怎么跟我爸说话呢？跪下！跪下！该跪下的人应该不是我吧？韩少。叶君林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我听不懂。韩少真是好记性，这不就是六年前被我玷污的女大学生吗？韩少前几天还说要娶人家，怎么我？韩少，韩少救我！你说过我不会有说的，你说过要娶我的，你不能不管我呀！够了，韩烈，这几年我莫家对你不薄，你竟然背着前程做出这种事！爸，您听我解释，我也是没有办法。您知道我是在为楚家做事啊！你最好把你这些破事处理干净，别惹的什么阿猫阿狗都找上我莫家。是，多谢岳父大人原谅。只要这事您不告诉京城，我一定想办法让楚家帮我们莫家。叶君年，你就算知道当年的事情，想必你也清楚，这一切都是楚家授意。韩立也是受人指使，被逼无奈，被逼无奈，所以我被发配到罪恶之渊六年，就是活该。念念和齐武受了六年的欺负，也是活该。莫家主，你这思维可真是清晰。叶君临，有本事你去找楚家呀、在这里阴阳怪气算什么本事？楚家人我自然会找，要不是为了齐武，我告诉你，我踏进你莫家大门，我都嫌脏。齐武给我交出来！哼。我亲我了，有我、干什么？我看在清武的面子上，让你多活两天。你不要以为我叶精灵真的不敢杀你。放肆！叶精灵，你跑到我莫家来，还威胁要杀我莫家人，你当真以为你能反天吗？啊！来人！来人！不用叫了，你莫家的那些废物可能回应不了你了。我再说最后一遍，把清武交出来。我说，莫青武被楚少带走了，被楚少带走了。好一个楚家人，还想让他们多活两天，他们真急着等死。姚光，告诉陆凌霄，哪怕把京城掘地三尺，也要把青武找出来。是。赶快起来吧，你瞧起来像个什么样子？莫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滚，快滚！叶君临，我韩立不弄死你，我誓不为人。行了，人都走了，就别放狠话了。那废物不会真找来亲我吧？可千万别诱惑了我莫家的好事。哼，就凭他，凭什么找到楚少的地方？而且就算找到了又怎么样？那里可是楚管家亲自坐镇，而且看守那里的全都是战场上面下来的变态。这就好，这就好啊。他以为他在域外结识了两个能打的手下就能够无法无天了，就凭他还想将京城掘地三尺，他以为他是战神呢？刚才好像听到陆凌霄这个名字有点耳熟，不会是凌霄战神吧？我看你是被那废物给吓傻了。凌霄战神是什么人？那个人物要是驾临京城，早就沸沸扬扬了。是，应该就是我这两天压力太大了。我们现在已经搭上了楚少这条线，明天早点我们拿东西去看望楚老太君。不错，你废物找不到亲武，万一又来我莫家捣乱，咱们没必要跟见了亡命之徒硬拼。我等我去楚家多两天。至尊，陆凌霄传来消息，夫人在逍遥楼。逍遥楼果然是楚家。走。又是你小子，本来家主还想让你多活两天，没想到你自己送上门找死来了。
楚逍遥是在背地里调查我是吧？早就听闻逍遥王一生做事谨慎有加，你海里的王八还沉得住气？今天看来，果然是名不虚传。放肆！侮辱逍遥王，你可知道是什么死法？难道不是吗？身为逍遥王，自己母亲被打了还能沉得住气？不是王八是什么？我知道你很能打。 不过要在这儿撒野，我只能告诉你，你来错地方了。来人！是吗？你想跟我们比人多呀？七杀殿办事，不想死的都给我滚！一分钟后，所有挡路的鸡犬不留。 七杀殿，你究竟是谁？母亲武在哪儿？果然是为了他。<笑>我早就劝少爷要收敛，否则一定会惹上大事。可惜，事已至此。 知道我们不是七杀殿的对手，还请放过这些弟兄们一条生路。跟我七杀殿谈条件，这个世界上还从来没有。我答应你。多谢。赶紧放下武器离开，各自逃命去吧。永远也不要再回京城。大管家，我走。 上次见识到你的杀伐果决的做法，我就知道少爷这次惹上大祸了。我苦劝家主，要以雷霆之势将你镇杀。可惜，可惜呀，可惜呀！没想到楚管家还挺看得起我。也许这就是楚家的命数吧。 你们要找的人就在那间房。什么意思？逍遥王救过我的命，别人都可以走，我不能。想救人，得先过我这关。你这是找死！救命之恩，当以命相报。二位得罪了。果然是七杀。 救我！救我！再这么逃，必成去找洛神医。洛神医怎么样？现在放心，夫人是被人下了迷药，因药量太大，这才高烧昏迷，现在已经没事了。好。 让你受苦了，叶君临，我们这是在哪儿？啊，发生了什么？我的头好痛。请你放心，这很安全，以后再也不会惹你生气了。你怎么出来的？秦家没有把你怎么样吧？你放心，我很安全，是他们求着我出来的。对不起。 是我误会你，是我对不起你们，让你和念念受了这么多年的苦。哎，对，你不是想见念念吗？她就在这儿。根本，念念真的没事，快，快带我去。哎，请问你先别乱动，躺好。洛神医，来一下。先生有何吩咐？哦，念念怎么样？请问想见他？哎呦，瞧我这脑子，一心为先生夫妻团聚而高兴，却忘了小主的事。您放心，小主已经没事了。
我这就带他来见过先生和夫人。好。陆神医为什么要叫念念小主？啊？哦，大概可能是因为你老公太优秀了吧。只要你跟老公无赖。我就是无赖，我这辈子都赖上你了。嗯，到底是什么身份？当时龙神集团对你那么恭敬，现在陆神又这样。哦，我别再说你救过凌霄战神之类的话。凌霄战神是什么样的人？我们这样的小老百姓，就算是背后议论，被有心人发现，也会惹上是非的。行了，总之，请我你再等几天，就几天，到时候你自然就明白了。好，我相信你。爸爸妈妈来看我了吗？洛爷爷，快点，你终于能见到爸爸妈妈啦！爸爸妈妈来看你了吗？洛爷爷，快点，你终于能见到爸爸妈妈啦！念念，快让妈妈看看。真的是我的念念，妈妈，你看，现在念念可开心了。若爷爷给念念的药好苦好苦，但念念都乖乖喝啦。念念，来。哎呦，念念，爸爸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，有没有生爸爸的气啊？才没有呢，念念就知道爸爸肯定会过来看念念的。我每天都努力听话，等念念病好了，爸爸就不会嫌弃念念离开念念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爸爸跟你保证，以后再也不离开你爸爸妈妈。爸爸妈妈，你们不要哭，念念扎针都不哭呢。听你，今天是我们家人团聚的日子，怎么能哭呢？陆神医，怎么回事？都怪我，怀念念的时候，让她在胎里受了寒气，从生下来身体就虚弱，医生诊断过，说她最多活到15岁。夫人无需自责，小主体质特殊，加上幼年受了寒气。寒气自先天而生，处理起来确实有些麻烦，但也不是什么大事。您说什么？您说念念的病可以治好？请问你放心，洛神医是我龙国人尽皆知的神医洛清河，他说能治就一定能治。洛神医，求您，求您救救念念。夫人不要担心，小主的病并不是什么大问题，只是因为他体质特殊，正常的方子用起来药效太猛，我没敢用，需要一味辅药加以温和。什么药？麒麟香木。麒麟香木哪里有啊？早年楚家有一句。楚家，你先准备好治疗，明天我去取。先生放心，只要能拿到麒麟香木，小主的病在下有十足的把握。小主现在身体虚，情绪上最好不要大起大落，我现在带他去调理一下。好，念念乖，先跟洛爷爷走。哦，来。楚家，可你伤了楚老太君，他们不会把药给我。请我，你放心，逍遥王之所以能被封王，想必也是个明事理的人，毕竟是他楚老太君想害念念在先啊。可逍遥王名震天下，你千万不能再乱来了。你放心，你老公我一直都是明事理的人。少贫嘴，我跟你说正经的呢。我知道你可能在域外结识了几个高人，可逍遥王不比其他人，你千万要小心啊。遵命。我听说逍遥王一直想要结识凌霄君，实在不行，我们就用龙神集团的合作来交换。龙神集团这次的合作就像白送的一样，简单的几处更改，估计不用几天就能完成，楚家一定不会拒绝的。千武，你就放心吧，你要相信我，
这些天你在洛神医院安心养病，王国山庄肯定是属于你的。先生，说说吧，楚逍遥这两天一直闭门谢客，他可有什么动作？楚家看似风平浪静，其实背地里通过各方打探您的消息。另外，城防营有一部被偷偷调走，先生要留意。做得不错，楚家也是时候该算笔总账了。他楚逍遥要是真找死，这灭了他，连内阁也说不出半两步子。洛神女，青武和念念就先交给你。先生放心。感谢诸位前来探望祖母，我代表楚家表示感谢。楚少客气，老夫人齐天天下。我楚家近些年坐镇一方，便只想为一方谋福祉，生怕树大招风，引来不必要的麻烦。奈何我楚家生性仁德，却有人总想着我楚家好欺负，在京城众目睽睽之下打伤我年迈祖母，这是在所有人面前把我楚家的脸面按在地上摩擦。老太君生性仁厚，却有那泯灭人性的狗东西都扯这等事。楚家的仇就是我墨家的仇。好一个生性仁厚啊，一个老不死的东西丧心病狂的要把一个小女孩的眼睛给自己换上，这种禽兽不如的事儿，你刚才说什么？生性仁厚，莫家主你别忘了，那可是你莫家的骨血。莫家主，你真是刷新了我对无耻二字的认知。叶君临，你个废物，也不看看这什么地方，敢在这儿大放厥词。我莫家做什么，还用不着你个强奸学生的逃犯来教。哎，你个废物，敢在楚少面前嚣张。为了巴结权贵，不惜把自己的亲妹妹送到别人的床上，莫倾城，你也有脸在这狗叫？你，楚少，你敢为人家做主啊？看来莫倾武那贱人竟然被你找到了，很好，还敢闯来楚家，我不知道是该佩服你的勇气，还是该说不但是个废狗，还是个傻狗。你不是莫青武那贱人找的野男人吗？我会让你亲眼看着本少是怎么折磨他的，我会让你亲眼看着他在你面前被人玩死。楚少，咱们还是先躲躲，等抓住了这废物啊，再好好折磨他。本少长这么大还从来不认识这个字。这废物在域外荒蛮之地学了些手段，以您的身份没必要跟这废狗拼。哼，域外高手，我楚家最不缺的就是高手。这位就是名震域外的血魔人屠。血魔，这废物就交给你了。当年让你侥幸逃之夭夭，还敢助纣为虐啊！走，杨过，叶俊麟，这可是楚家，你要干什么？放过我，无论什么我都答应你。不，青武被你抓走的时候，你想没想过放过他？我女儿念念被你送到江家黑市的时候，你可曾想过今天？他们只是蝼蚁，为我楚家做点事，那你不信？叶君明，只要你肯放过我，你就是我楚家的头号功臣，一省总督，吕军封侯，任你挑选。放过我，你要什么我都答应。逍遥王道。叶君临，事情我已经听说了。尊夫人和令爱的事，我楚逍遥会给你个说法。你已经重伤了我楚家老太君，这段恩怨到此为止，
如何？这是怎么回事？逍遥王怎么会和那个废物求和？你懂什么？逍遥王什么时候吃过这种亏？这是因为楚少在他手里患病之计。原来是这样，我说呢，以逍遥王的身份，他怎么会和叶君临废话？让这废物再狂一会儿，等楚少安全了，看楚家怎么玩死他。逍遥王，你好大的威风！倘若今天被你楚家欺负的是个平民百姓，你逍遥王还会是这个态度吗？说这些东西没有意义，我只说一遍，到此为止。好，那我也告诉你，交出麒麟香木，我给你楚家留个种，要不然鸡犬不留。交还是不交，逍遥王尽快做决。我这个人不是很有耐心的。看来是你不想给本王这个面子了。逍遥王，你在想什么呀？我都要把你儿子给废了，你说我会不会给你面子？这废物是脑子坏了吗？怎么敢这样跟逍遥王说话？哼，让他好好狂吧，我要看看他还能狂多久。你这是在逼本王开杀戒！来人！来人！楚逍遥，你还真是胆大包天，撕掉城防军营，这可是谋逆之罪。撕掉城防营在哪儿？本王看到的只是我们楚家的护卫。那看来逍遥王是觉得自己胜券在握了。本王本想着息事宁人，奈何叶先生不肯，我只能绝地反击了，总不能引颈带路，您说是吧？叶先生，楚逍遥，我看在你为我龙国立过战功的份上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交出麒麟项目。本王也只说一遍，要么赶紧给我放在啸天，要么我让你死无全尸。朕不死，萧统领刀。朕府司办事，闲杂人等回避。朕府司统领萧战见过逍遥王。萧统领客气了，既然驾临京城，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呢？萧大哥，救我，快快找人拿下这废物！闭嘴！萧统领，驾临京城所谓何事啊？京城城防营听令，政府司专职稽查军务，上至王侯，下至军士，全都必须无条件服从。怎么，你们当真是要造反吗？哪位听令？全部带走。萧统领，你什么意思？萧统领，你什么意思？稽查军务乃我政府司职责所在，逍遥王说这话什么意思？哼，这些都是我楚家护卫，怎么也轮不到政府司来大动干戈吧？是不是护卫？逍遥王应该比我更清楚吧？非要捅破这张纸吗？你，肖战，难道你要为着一个废物跟我们楚家作对吗？对，萧某只是奉命行事。奉命？奉谁的命？内阁。什么？这么一个废物能惊动内阁？不可能的，内阁都要护着的人，我楚家不可能没有消息。萧大哥，你千万不要被人给骗了。荣国巡抚司肖战见过叶先生。什么？回去告诉你背后的老头，他心里那点小心思我比他清楚，这次我就当给他个面子，过去的恩情一笔勾销。叶先生的话我会带到。逍遥王，还将麒麟香木拿出来吧。拿给他。
楚孝天的脑袋那就再寄存几天，他的命我要定了。至尊，你交个底，你到底打算怎么样？很简单，楚孝天必死。那可是楚家的独子啊，这一点上逍遥王绝对不会让步啊。我叶君临要杀的人，管他逍遥王会不会同意，他如果有意见的话，反正天气正好，就连同他楚家一块灭了。没有回转的余地吗？楚家在东周经营了几十年了，逍遥王又主管东南军务，要动楚家那可是一场地震啊。多次残害我妻女，你觉得我会放过他？你放心吧，一个楚逍遥而已，你就让他折腾，我倒是要看看他能掀起多大的风浪。好大的口气，早就听闻域外至尊神殿如何如何，但别忘了这里是在龙国，受域外势力的禁地，用尽至尊神殿的行事作风，是不是太不把我龙国法纪放在眼里了？好一个禁地，那你可知这龙国为什么会成为域外所有势力的禁地？那我倒是要听听至尊你的高见了。想知道什么？因为我至尊神殿十万将士挡在国门之外，因为我凌霄君用人命筑起了血肉长城，因为我叶俊麟这三个字是域外所有圣上头顶上的利剑。既然至尊一心为我龙国，但怎么为了你一己私仇引得我龙国动荡？你也有脸问？我在外面掏洒热血，多少次死里求生，我才荡平罪恶之冤。我镇守了国门八千里，而你们呢，让我的妻女被人残害，这就是你们给我至尊的交代。好了好了，怎么说着说着就动起气来了？老头你也别跟着和稀泥，我告诉你，体察民生整顿吏治是你内阁的事，你这阁老是怎么当的？放肆！怎么跟阁老说话呢？这里不是你的至尊神殿。放肆！楚家人害我家人的时候，小童你哪儿去了？你告诉我你哪儿去了？你也可以有脸跟我提什么龙国法纪？我告诉你，如果让我查到这里面有你内卫的影子，我连你镇抚司一块抓了，你信不信？行了行了，都少说两句，你们一个内一个外，我们龙国的安危都在你们的守护之上啊。楚家的事我可以不管，但你得接受内阁的指封。一个封号就想把我和龙国绑在一辆战车上，老家伙你好算计啊。你本是我龙国人。行行行，我说不过你，你自己看着安排。但我丑话说在前面，我至尊神殿不接受任何一个人的调。放心吧，那就算说定了。今天我就发诏令，三日后举办受封大典。还有一点，不管你是要灭楚啸天还是楚家，绝不能引起龙国的动荡。一个楚家我还没放在眼里。口气比名气还大，也不知道凭的是什么。禀至尊，四方龙帅已全面控制东南各个战部，九大天王也已进入东周，目前正在接管各省防务。告诉他们给我彻底切断各地与楚家的所有联系。是，金龙商会也已完成进军龙国的布局，待至尊一声令下，便可瘫痪楚家一切资产。好，七杀殿所有杀手全部就位，目前还在京城楚家布救，一切都在掌控之中。萧统领，你不是问我凭什么吗？就凭这些，够吗？哥，这龙有逆鳞，触之者死。可我真的就不管了吗？那可是我们龙国赤峰的逍遥王啊！管？拿什么管？你真想我龙国来一场浩劫吗？更何况楚家这些年确实有些过，甚至带动了龙国官场上上下下一派乌烟瘴气。至尊这次雷霆之威或许啊是件好事。可那是楚家呀。楚家不会再有楚家了。恭喜先生，
没想到消息传得这么快。这个还真是雷厉风行，不过一个虚名而已，没什么好恭喜的。哈哈，话虽这么说，但先生这些年来在域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龙国，这份心思老头子我还是看得清楚的。我本就是死过一次的人了，荣华富贵对我来说都不重要，但我数十万热血儿郎大多都是龙国的子民，他们需要一个名分，更需要被人铭记。能跟随在先生麾下做事是老头子最幸运的事了。好了，不说这事了，药材已经拿到，还请洛神医您费心。先生放心。你回来了，楚家没有把你怎么样吧？你放心，给念念治病的药材已经拿回来了，我们的女儿以后再也不会与病魔缠身了。你以后不要再这么冒险了，你和念念我都不能失去。对不起啊，让你担心了。静武，你放心，既然洛神医说有十足把握，就不会有事的。上医已不大碍，但这一个障碍，无力回天吧。叶君临，我要将碎尸万段。爸，你要帮我报仇啊！他可是把我们楚家的血脉给断了。放心，小天，你先别激动，你先养好身体。为父一定亲自把那个小子绑在你的面前，我定让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我儿所受的伤害，我定要百倍还他。来人，通知蒋家和秦家来我楚家议事。今天请诸位过来，想必诸位早已有猜测。萧阳王有何差遣，您就直说吧，我等务必竭尽全力。好，那我就不废话了。前些日子我楚家老太君被狂徒所伤，此人更是将江家贤侄派人杀害，甚至秦家少主身为京城总长也难逃毒手。如此无法无天的杀人狂徒一日不灭，我京城永无宁日。今天我楚逍遥在此立誓，不灭此子誓不为人。此等狂徒是我京城的祸害，逍遥王单凭吩咐，我等在所不辞。不错，凭此狂徒就是六年前强奸学生的那个禽兽，想不到他竟有回我京城作恶，这次一定要将他碎尸万段。好，请亡命龙旗。听闻逍遥王当年封王之时，国主亲命亡命龙旗，所到之处如同国主亲临，大小官员战部皆要听命。不错，我楚逍遥多年来一直韬光养晦，可却让某些人以为我楚家好欺。如今是时候让京城的某些宵小之辈知道，我楚家不愿惹事，但胆敢欺辱上门，我楚家必与他不死不休。逍遥王圣明，此子不出，我京城永无宁日。有亡命龙旗在，别说他肖战，就算国主，这次谁也来保不了他。今有狂徒祸乱京城，残杀无辜，本王请国主令即刻起传召东州十三省，凡我龙国子民敢知情不报包庇凶犯者，按叛国罪就地正法。哎，不是都已经完工了吗？怎么还这么认真啊？这个项目人就是白送的钱，我们要知道感恩。我再检查两遍，看有什么要补充的地方吗？是是是，我们家庆武说什么都对，但是你也得劳逸结合呀。现在念念身体也彻底恢复了，走，带你出去走。也行，那我给萧然打电话，上次的事儿还没有好好感谢他呢。多亏有他这几年对你的照顾，感谢是应该的。
吃吃吃，你就知道吃。吃饭不行。要是那个废物真搭上了什么大人物，以你六年前做的事儿，还有我们这几年对莫清武那贱人的态度，你觉得他会放过我们？还有心思吃饭？嗯，那你说说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出了事情，你一个男的你不想办法，听我怎么办？我没想办法吗？我想的办法还不够多吗？你别吵了。那废物还真是自作孽。逍遥王请了亡命龙骑，对整个东中下了格杀令。什么？真是太好了！哎呦，逍遥王岂可如同国主亲临呐、啊？这下就算傍上巡抚司统领，也救不了他了。这几年多亏了小冉对您的照顾，这个情您就用了。对啊，要不是小冉，这些年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坚持下来的。青舞是我最好的闺蜜，念念呢就跟我亲生女儿一样，谈什么照顾不照顾？来，念念叫声妈妈听。小冉妈妈，乖，小丫头，我看你以后怎么嫁人？你觉得本小姐会需要男人这种生物？来，念念，你说我要不要嫁人？小冉妈妈不要嫁人。小冉妈妈与念念玩，妈妈才去嫁人。念念说的对。你呀，还是跟上学时候一样。哪里像个女生？哎呀，你就不要对我说教了，说说你吧。这次至尊疯狂的受封大典是在龙湖山庄举行吧？我记得这个项目是天武你做的吧？说什么改建，其实资本是任你动，就是添了几处假山假水。这个钱我感觉拿着都心虚。既然龙山集团找上你，肯定是对你满意。我们青武小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不自信了？而且龙山集团啊，可是凌霄君的产业。凌霄战神可是至尊的亲信，这说不定啊是至尊的意思呢。是，怎么走到哪儿都能碰到这一家人啊，真是癞蛤蟆掉脚面，不咬人恶心人。就是，还好意思说什么这是至尊的意思，不知道用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拿到了龙神集团的项目，就以为自己能搭上至尊。你个小野种，别叫我莫倾城，你可把我放干净点，老娘可不是青舞那样任你拿捏，再满嘴喷粪老娘撕你的嘴。莫倾舞都快成了整个京城最大的荡妇，怎么还不让人说了？来看着至尊受封大典的邀请函。哎，你们几个不是说自己能搭上至尊吗？哎呦，不会连张邀请函都搞不到吧？哎呀，就他们这种人也配提至尊两个字？我呸！你们有完没完？这里不欢迎你们，给本小姐消失。哎呦，苏小姐，仗着苏家耀武扬威，你以为我怕你啊？告诉你，老子的背后是楚家，这张邀请函就是楚少送的。韩林，我们的账我还没去找你算，你自己找上门受死啊！哟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叶君临，这里可是大庭广众之下，哎，你敢乱来？我连楚啸天都敢，你说我敢不敢废了你？哎哎，大师快来啊！大师快来！叶君临那个狂徒在这儿，逍遥王说了，只要抓住他，必有重赏。知情不报者，可是等同于叛国罪啊！怎么回事啊？逍遥王怎么会悬赏通缉你？我现在不是解释的时候，我们先走。对，先赶紧离开。苏小姐，后面还有人追，我去掩盖他们。你带着念念和庆武去洛神医那儿。好，你放心，我车就在前面。爸爸，念念在洛爷爷那里等你，爸爸要小心啊。念念听话，爸爸很快回来找你和妈妈啊。怎么回事？那些人为什么听楚逍遥的？已经查明，楚逍遥请了亡命龙骑，整个东周一十三省悬赏捉拿至尊，隐瞒不报者，按叛国罪就地正法。好一个楚逍遥啊，连亡命龙骑都请出来了，还真是给我叶君临面子呀。但这封杀令可并不只是你楚逍遥，传我至尊令，凡我至尊神殿所属，各行各业
对楚家展开全面封杀。遵令。同时，告诉陆凌霄，机关京城全面管制，任何人不得出入。遵令。回来了。爸爸，我就知道你不会有事。爸爸，你把坏人都打跑了吗？哎，念念乖，那些人都不是坏人，他们都被坏人给骗了。等真正的坏人出现，爸爸一定把他们全都打跑了。好了，念念，爸爸累了一天了，你让他休息一下，先回房间去，好吗？好，爸爸好好休息。叶君临，你到底又做了什么？为什么连逍遥王都要抓你？救我。相信我，我一定会照顾好你们两个，让你们过上幸福的生活，不会再让你们受苦了。我说过，我不要什么荣华富贵，只要一家人平平安安的，哪怕再苦再累，对我来说也是最大的幸福。我知道，你相信我，等明天你就都知道了。妮妮相信爸爸，妈妈你也相信爸爸好不好？爸爸是不会对妮妮不好的。你不要再让念念失望。救我，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让你和念念成为最幸福的人。嗯，我相信你。叶先生，刚才我给小主的身体做了一个全面检查。小主体内的寒气已经彻底清除，今后再也不会有任何问题了。辛苦陆师爷。太好了，我的念念以后再也不用受苦。君临，一切都在变好。会越来越好的。嗯，会越来越好的。君临，嗯，今天是至尊的受封大典。至尊选中龙湖山庄是我们的幸运，我想去龙湖山庄再看看有什么疏漏吗？好，那一会儿我和念念陪你一起。嗯，也只有至尊那样的英雄才能配得上这样的地方。爸爸也是大英雄，爸爸能打跑坏人，爸爸才是最大的英雄。念念不能胡说，不能对至尊不敬，知道吗？小孩子嘛，童言无忌，青舞你别说他。再说了，至尊如果真这么小气，那这个至尊也不过如此。念念小不懂事儿，你怎么也跟着口无遮拦？哎，好漂亮的地毯呀！念念，你哪儿来的小野种啊？大人都死了吗？念念，念念，你哪儿来的小野种啊？啊，大人都死了吗？你这是怎么回事？铺这个红毯本来不就是给人踩的吗？给人踩的，那也得看看是给谁踩的。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。我给你一个机会，立刻道歉。道歉哟，你还给我个机会，你怎么那么大脸了啊？我现在给你个机会，让这个小野种把他踩过的地方都舔干净，否则你们一个都别想走。你刚才说我女儿什么？我说他小野。兄弟们都出来，有人闹事儿。站站，兄弟们给我干他。怎么回事？有人闹事儿，我正准备让兄弟们驱离。闹事？京城谁不知道这也是至尊受封大典的地方，敢来这闹事？就是他们，他们！我，老板，我。至尊居然会亲自邀请我。我总觉得刚才那个人怪怪的。哎呀，我的青舞呀，那别人想参加这个受封大典还没有资格，你能受邀这是好事，想那些干嘛？你倒是洒脱。哟，这是谁的小肚子咕咕叫呀？爸爸。原来是我们家小公主啊。说吧，想吃什么？爸爸呀，去给你买。啊，你在外面吃饭吗？可是要在外面吃饭要浪费很多钱的。念念放心，爸爸有钱，爸爸有很多很多的钱，想吃什么快跟爸爸说。你这是什么话？有钱也不能乱花呀，更何况你在医院那么艰难，有点钱也都是用命换来的，
以后要用钱的地方还很多呢。哎呀，没事儿，吃一顿也没什么。你快说想吃什么？那妮妮想吃小笼包，可以吗？妮妮乖，你以后想吃什么都可以，爸爸都会给你买。爸爸现在只给你买酒啊，在这等我一下。如果能永远都这样，该有多好！以后我们一家人会永远在一起，谁都别想把我们分开。想到这么多人，但是我们还是回去吧。哎哎哎，老婆，你可是至尊专门邀请的贵客，这大典要是没有你，还有什么意义？哎呀，至尊肯定是随口一提，我哪有那么重要？老婆，你就放。哎，怎么了？好了，我有东西忘了。你和妮妮现在等我，我很快就回来。哦，什么东西这么重？那你慢点啊。至尊，您要的戒指已经准备好了，永恒赞歌。全球仅此一枚。哦，就你一定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爸爸怎么还没回来啊？妮妮别着急啊，爸爸马上就会回来的。哟，我说至尊圣方大典这种场合，怎么还有人拖家带口？原来是你啊！哎，老婆。这你得体谅人家，毕竟一年都吃不上两回宴会，这好不容易混一次，还是带上那小野种多吃一点。妮妮，我们走。急什么？父亲在这，不打个招呼就走？恐怕某些人不知道怎么混进来的，不赶紧走，要是被人发现没有邀请函，那岂不是很尴尬？什么？不会吧？至尊受封大典，竟然有人没有邀请函就敢偷偷混进来，怎么回事？哎呦，王兄弟，这两个人连邀请函都没有就敢混进来，是你们不查吗？这位小姐，请解释一下。没有，我们没有混进来，门口没人收邀请函的呀。还敢嘴硬，我墨家的脸都被你给丢尽了，你在场的哪个人进来不需要邀请函？还没人提醒你，你撒谎也要编个靠谱的。不许你打我妈妈，坏人！这位女士，再敢擅自动手，别怪我们把你请出去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是她姐姐，我实在是没想到她会这么丢我们墨家的脸，所以我才一时冲动。这位小姐，请您出示一下您的邀请函。我，你什么你？就你这样的人，你妄想参加至尊大典？请出示您的邀请函，否则我们将把您请出去。凌霄战神到！凌霄战神竟然朝着这边走来了，你贱人，肯定是你擅闯大典，这才惊动了凌霄战神呢。我就知道这个女人就是个扫把星，只有她出现的地方准没好事。我墨家早已将墨青武逐出家族。他的行为跟我墨家没有半点关系。我没有，我们真的没有要混进来。我这个时候了还不承认？墨青武，你非要等凌霄战神发怒，害死我墨家才甘心吗？没想到这年头什么人都有，连至尊的受封大典都敢偷偷混进来。他是墨青武，传为当年可是跟个野男人厮混的。这才被墨家赶出去，这种女人真是没下限。哼，混吃混喝也不看看地方，这种脑残简直就是我墨家的耻辱。不是的，这不是真的，我陆叔叔真的是陆叔叔。跪下，凌霄战神！燕燕，你快跪下。哎，万万使不得。凌霄军统帅陆凌霄，参见祖母，参见小主。
怎么会？凌霄战神怎么会给那个贱人下跪啊？不，不可能！凌霄战神，陆叔叔，你可算出现了！这两天你怎么都没去陆爷爷那里找念念呢？叔叔这两天有点事，还没来得及去看念念。念念有没有生叔叔的气啊？没有，这两天我和爸爸妈妈玩的可开心啦！好了，都起来吧，收魂大典即将开始，大家还是去大厅里等至尊驾临吧。祖母，属下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安排好，您和小主先随便逛逛，有事随时吩咐属下。爸爸，你可算来啦！金玲，我跟你说，刚……老婆，时间到了，你先跟我走，我保证今天你是世上最幸福的。走，宝贝。白露，你干什么？这废物，你干什么？那可是至尊的位置，你找死吗？莫千武，你赶紧给我下来啊！你不要害死我莫千武！各位，各位今日都在，我宣布，莫千武早已不用莫家统统家族，他和那个废物的行为跟我莫家没有半点关系。各位，快要给我莫家做个见证啊！啊，叶君临，没想到你还敢大摇大摆的出现。哎，各位，各位，他就是逍遥王悬赏的狂徒叶君临，没想到竟敢在受封大典上捣乱。大家快快抓住他！抓住他！抓住他！喂，走，叶君临，叶君临来了！抓住他！全场肃静！扰乱秩序者，当场逐出！叶君临竟敢霸占至尊的位置，这难道不是扰乱秩序？就是啊，就是这废物要是惹怒了至尊，我们在场的都要受牵连，赶紧把他逐出场外！逍遥王道，废物，仗着至尊受封大典，你就以为没人敢收拾你了？现在逍遥王到了，我看你能嚣张到什么时候？你简直是找死！没想到你还真敢来。君临，这父亲，我是楚逍遥，我也没想到你是真不怕你楚家覆灭啊。这么多年来想让我们楚家覆灭的人大有人在，不过最后覆灭的都是他们，可能今天会有点不一样的惊喜啊！那本王可是期待的很呢。小子，我知道你有一点背景，连凌霄战神和陆神医这样的人物都跟你有些瓜葛，但如果说这样就是你嚣张的资本，那你今日必死。逍遥王好手段呀，不过你竟然有闲心去查我，那你有没有查到你的那些直属的战部现在还能联系得上吗？你什么意思？还有你又有没有查你的那些门生故旧今天在场的又有几个？你到底做了什么？最后你赖以生存的楚门集团此时无恙否？叶君临，你以为说这些话故弄玄虚就会让我放过你一条命吗？痴心妄想，伤我母亲，残害我儿，今天就是至尊给你求情，你休想活命！逍遥王，东南各战部忽然失去了联络，情况不明。说什么？报逍遥王，图门集团股市遭遇神秘资金全面围剿，短短半个小时，股票完全崩盘，我们完了。你到底是谁？三阁老道。阁老，他到底是谁？
逍遥王，本哥提醒过你，不要再使坏，可你……这根本不可能！至尊，什么？不可能！本人调查过他，他就是一个逃犯，这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全场肃静！易君临统领至尊神殿，荡平南疆36国，使四方蛮夷不敢侵犯我国疆域半步，此乃我国不世之功。经内阁奏议，国主御批，特封君临为我龙国至尊神皇，神皇所至，与国主齐平，此诏传遍九州，普天同乐。七杀殿圣主，恭贺神皇！凌霄军统帅，恭贺神皇！老婆，我说过会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叶君临，你这个混蛋！五岁，到底做了些什么？我到底做了些什么呀？只是一个废物，怎么可能是至尊？看到你们都被他给骗了。对，快抓住他，抓住他就能巴结上楚家，我们墨家就能飞黄腾达。对，不干，徐成，墨家如何处置，还请至尊发落。不要，静武，我错了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们可是一家人啊，就算我做错了什么，你也不能那么狠心啊。傻青武，我们毕竟是你的家人啊！你放心，以后你就算墨家的家主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青武，不管怎么说，你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墨家覆灭呀！妈妈，快带念念走，一会儿姨妈生气了，又要拿针来扎念念了。家人，我拿你们当家人，可你们呢？妈妈生我的时候去世，可那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你眼里只有你的家族，你的身影，但是你却跨在我身上，从小把我当这个家的克星，你有给过我哪怕一点的父爱吗？还有你，我的亲姐姐，仗着父亲的疼爱，从小什么都要跟我争，我都可以不计较。可是念念只有4、5岁，你怎么狠心呢？静武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念念她只是一个小孩子，她的话不能信的啊！我没有伤害她，我真的没有伤害她。全都是你这个小野种，都是你害的！我掐死你！我掐死你！你不要伤害念念，你抱他，念念，莫清国，你撞伤了至尊，那又怎么样？永远别想把我摆在脚下。这小野种就是我们活命的机会，你一定要抓好。叶君临，其实我毕竟是我墨家人，啊，我们也不想撕破脸。只要你放过我墨家人，我们一定不会伤害念念，啊！找死啊！叶君临。要么放过我们墨家，要么就让这个小野种给我们陪葬。墨倾城，你知不知道，这些年来一直威胁我的人，到最后都是什么下场？叶君临，在我眼里，你永远都不过是一个废物。
咎由自取。 从今天开始，韩立发配罪恶之夜，永远不得回来。穆家主，穆家主，终身监禁。带走。感谢大家前来参加我的受封大典。这些年， 我一直在域外四处征战，留下亲武和念念他们母女二人，受了很多苦。曾经对他们有恩的，我叶君临一个都不会忘；但曾经有人欺负过他们的，我也一个都不会放过。江家、秦家，身为京城世家， 不思感恩，反而助纣为虐，残害百姓。即日起，两家所属资产全部充公，秦家江家逐出龙国。楚逍遥深受天恩，不但不想着忠君报国，反而纵容其母与逆子行凶，草菅人命。楚家旗下所有资产全部编入龙城集团，楚家所属全部发配罪恶之冤。 苏家主、智家有方，可谓世家表率。苏家以后为龙神集团唯一合作伙伴。哈哈哈哈哈！神皇杀伐决断，真乃我龙国之幸。莫小姐更是风姿卓绝，遥想当年，一曲仙音舞， 如仙女下凡，不如今日。青武，你可愿意为我再舞一曲？不愿意。